我觉得还是用第一版吧。用第一版？这段时间我冥思苦想，一天晚上两个甲方，三更半夜四处催稿，只好周五晚上加班到周六早上七点公司，八点写完，九点上床睡觉，十分痛苦。十点才过九分，甲方八个微信，七个电话，居然有六处调整，外加五个新要求，四小时交三个方案，两天只睡一个小时。你居然跟我说用第一版？